我说什么说完吧红板说什么的他说我欺负前面在那边的时候我是查查阿萨里巴怎么我不认识是吧不我是说我们这边的人是这个时候现在他们还没我们现在说为什么就我带着两三个我告诉你们的人还在说我的人的事但是啊就是第三个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是继续用宇宙小的我们也明年来说两三天的时候我们在说感謝先生、お帰りになりました。この歌に皆さんの中のお帰りであろうと思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